位熊猫小姐姐妹 Sena， 我想带你看更大的世界。现在我在中国艺术家的群展，叫做擦边。有19位艺术家从德国的不同地方赶到了 Offenbach， 带来了自己特别有意思的作品。我挺激动，挺感动，挺快乐的，真的是第一次在德国遇到中国艺术家的，全都是中国艺术家的展。于是呢，我就心念一动，想跟大家一起搞一个创作，然后我就写下了，请填空，我什么擦边，或我擦边什么，请随意发挥。开始了。录哦，潘达，我擦边啥呢？我擦边角。我擦边缘。我想擦边球，我擦边呢。我那么想擦边，那我开始。我操，擦边儿，没擦着边儿，没找着边儿，没有擦边。来，开始。我不停擦边。我不太想擦边，我擦边的时候比较谨慎。我擦边擦边。下次见。我们后来的庆功宴发生了最可爱的事情，当艺术家遇到了音乐家，于是他为我们演奏。